跟家人聊天是用啊，因为说的是四川啊，真的是用四川话，四川话，成都话，四川话。哎，你教杨哥一下，四川话，四川话说啥子嘛？说那个你是哪人啊，哥？我浙江人，浙江衢州人。衢州，要不你用衢州话，我用四川话。那你可能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交流一下，我们那边的话很难听懂，很难听懂。你说一下，我听一下。我教你一个，好不好？衢州话。好，要得要得。真的吗？要得。我教你一个衢州话啊！我找了个破老沙克门 ，stay 有些痛。你说的是英文感觉。我说的是衢州话。我抓了个 PlayStation。我抓了个破老沙克门 ，stay 有些痛。我抓了个破老沙 PlayStation， 我也是痛。听不懂吧？我不告诉你是什么，大家弹幕来猜一下。哎，这个。哎，衢州是吧？衢州话很像英文，哎，很像很奇怪的就外国语言，有点像英文。哎，你教我四川话，你教我。哎，四川话是不是有个很厉害的？好接的，就是在哪儿和在那儿，且那儿，在哪儿啊？是用不同的语调来讲这个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问你，巴黎欧莱的面膜在哪儿？然后你说在那儿，怎么说？巴黎欧莱雅的面膜在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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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哪儿？是疑问句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就是在哪儿？在那儿？在那儿？在那儿？就是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是在那儿？在哪儿？就是表示肯定，就在哪儿？那疑问呢？就在哪儿？就在哪儿？那疑问呢？疑问在哪儿？在哪儿吗？哦，在哪儿是？在哪儿？在哪儿吗？在哪儿？哦，在哪个地方？龚俊在哪儿？在哪个塔塔？什么意思？在哪个塔塔？就是在哪个地方？就是在哪个塔塔？在哪个塔塔？有还有在哪个卡卡果果？卡卡果果是啥意思？在哪个犄角旮旯？在哪个卡卡果果？所以大家要成都话，成都话，大家要敷上我们的巴黎欧莱雅面膜，让你每一个卡卡果果都滋润了。对对对对，成都话，成都话。那所以我们用这个成都话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，好不好？总结你讲成都话。我讲普通话啊，总结一下，好吧？我先问你，好吧？如果皮肤冬季容易干燥，上妆要用什么样的面膜？冬季皮肤干燥啊，当然要用我们的安瓶面膜 Pro 啊，多种场景都合适，哎，给肌肤慢慢的水干护肤，慢慢的水干护肤，水干护肤啊，水干护肤，慢慢的水干护肤，水干学起来哈。那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俊俊啊，如果肌肤容易啊有这个岁月的痕迹怎么办？岁月的痕迹啊，我要抵抗它，抵抗它。哎，那肯定就要用我们的黑夜精华面膜了噻。青春肌啊，熟龄肌都可以选择，给肌肤密集修复啊，抚慰肌肤，滑溜水灵，嘚儿嘚儿嘚儿。原来嘚儿嘚儿嘚儿是来自这儿啊，滑溜水灵，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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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要皮肤滑溜水灵，嘚儿嘚儿，黑精华面膜。啊，黑精华面膜。好，最后一个哈，最后一个小北方啊，最后一个要用广东话，广东话，你可以吧？用广东话，广东话也可以吧？来，怎么用什么面膜，肌肤会亮起来？广东话来一下。我不会，哥，你会吗？我也不会，我们给自己挖坑。那你还是我可能真的要学广东话。那你来一下，真的？可能。你是不是有漏勺了？哎，没事，说的说了是吧？广东可能吧，你要挑战广东啊？不一定。我好期待啊！来来来，那你挑战一下吧。广东话，我不会广东话。那你讲成都话吧。恭喜发财呀！哎，刚我刚才听了，我刚刷到在抖音刷到陈奕迅的那个小视频唱的。那你来一下。是我生的基因，当潮流爱生性，是这样唱的吧？哦，这是叫什么歌来着？叫什么歌我忘了。在我叫什么？这首歌很好听。那你唱一个那个吧，陈奕迅的《圣诞节》吧。Merry Merry Christmas, Lonely Lonely Christmas,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们打了死结，是吧？是这样唱的。好的，这是一首很感伤的歌啊，哥。但是没关系，你唱出来格外治愈。哎，谢谢啊，不感伤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到那个成都话，好不好？四川话，四川话，四川话，给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如果皮肤想要亮亮的，有什么办法？皮肤想要亮亮的，那当然用我们小北方面膜，小北方面膜啊，肌肤暗黄，肤色不匀啊，就可以选择小北方面膜，温和透亮肌肤啊，做人群中最亮的 C 位。耶，人群中最亮的 C 位。人群中最亮的 C 位。人群中最亮的 C 位，可以吧？你说的乱七八糟。